在，请咱别烦心，咱开始敬查己个崇请听一段诗篇。恁要靠着耶和华欢呼、歌颂伊；恁要给伊唱新歌，因为耶和华的话是正直的，伊的一切作为拢是诚实的。耶和华喜爱公义、甲公正，全队充满的慈爱。以为上帝，伊个国福的。 咱的心因伊欢乐，因为咱活靠伊的生命，请咱记立，咱会做一个开始的祈祷。敬听的主，感谢你，予阮有法通伫主日安静落来，分别为圣，一三甲主职到你殿中，全心来阿罗敬拜你，必将荣耀归乎你。台顶的主坐伫宝座顶。 也是一位满有慈爱的主，用家己的血来洁净咱，互咱坦然无惊来交施温伯作证，来称群主、敬立主、各较要甲主连接主，因为家己的软弱，该做无去做，不该做则去做，求主另一边下边来帮助互阮。 有法通坚定、专注伫主，专心仰望、外靠主诶大能。因为主永远要一直甲咱同在，勇敢搁即摆徛起来，靠主诶大能来面对头前诶挑战。现在阮要集中心思，要来领受今早起要互阮诶信息。祈祷是项：主耶稣祈祷诶圣命祈求安眠。 真济，阵来临唱诗敬拜。 感谢主，咱通吃着西瓜来恶罗咱的上帝；只是咱通用咱的奉献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您若是属地福建教会，阮鼓励您忠心支持您的教会甲您的牧师。您若是属地基督教会系统，阮鼓励您忠心奉献十分之一，做上帝所数主办恩典的好管家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。 有安尼讲：少精个少收，多精个多收，即话是真实的。达个人着随本身所决定个，毋通作难，也毋通勉强，因为官德乐意的是上帝所喜爱个。上帝会将逐款个恩典做做，的给互恁，互恁凡事常常充足，会通行逐款个善事。 只是咱来接受奉献，来敬拜咱的上帝。的，上帝， 虽然阮常常失信，总是你毋捌对阮来失信。虽然阮常常行偏了路，总是你永远永远无放手阮。特别想听、啊。 我特满心感谢、感谢阿罗哩，因为你是主爱的上帝，你是听阮的天父。哦，亲爱的上帝啊，阮这个时阵嘛，要为着即个托尼基的地震来祈祷，阮纪念着即个当中有真正侪。 希望受伤的人，愿为着迄些阿哥有机会会当得到拯救的人，求主施恩，让迄些拯救的部队会当早日找到因。愿也为着迄些受伤的人来祈祷。 求主，你来看过，阮知影有个人因个性命剩一口气，求主你怜悯。下阮知影，若因过身，因个厝内人、因个细囝、因个牵手、因个爸母、因个亲情、因个朋友，拢会真正伤心痛苦。 主啊，官特别为着这些人，因若有亲人、有朋友，在这个灾难的当中过身受伤的，愿求你的灵亲自来安慰因，让因麦当看到，上帝，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爱的上帝。 无论因是信主还是无信主诶人，伊嘛会来看顾伊，做恩惠伊。做阮嘛为着今仔日即个主会，阮嘛求你来祝福，互阮真诶伫即个敬拜当中看到你诶荣光，互阮伫即个敬拜当中。 阮用，会当用，即个心灵甲诚心来敬拜你。我继续为着，我当中有诶兄弟姊妹，求主你诶灵继续下来感动，互我拢知影你诶心意。著、就是我，著、就是要我来到你诶殿中，做阵来敬拜你。 我将今仔日即个烛火教托互你，求你也祝福西恩，你无用的布丁，让伊会当讲出你的话句，让阮所有的人，都会当得到益处。我当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 啊，各位兄弟姐妹，啊，大家好啊！呃、啊，即、这个今仔日呢，咱要继续来分享吼思想，即、啊这个创世纪吼。啊，今仔日是要看第几张，你知无？加菲互我诶，圣经则是第五张，到第九张吼。啊啊 啊，请大家体谅哈，哈，我咧实在是真正无法度。哈，对三十分钟内底哈，啊，真正详细来甲大家来分享五张嘅圣经集哈、啊。因此咧，今仔日咯，我就对即个五张到第九张啊，这一段嘅圣经嘅内底啊，我就简单甲大家来思想。 即件事，哈，这项代志，这著是拿阿做大船，哈、哦，那、啊、阿我听即个台语的圣经哦，伊是叫拿阿、啊，哈、哦，啊，不过我觉得叫挪阿较顺口淡薄、哦，所以我说落来著用挪阿、啊、来来代替拿阿，啊，啊，这里方舟啊，台语圣经是叫大船、哦，啊，所以，啊 有时我会讲大船，有时我会讲航舟吼。那、嗯、第一类啊，咱伫即个圣经内底吼，咱看着吼，即个挪亚伊做即个大船吼，啊，即、這個啊、是一件伊从来拢毋捌做过诶代志吼。那、啊、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知影即、這个挪亚伊是做啥物功课无？ 啊！伊是伊是卖卖万汤米耶。那咱 <laughs> 来看第五张，第二十八到第二十九节吼，啊，在这伊讲，拉贝一百八十二岁诶时阵，生了一个囝，啊，就互伊起名叫两阿。讲、啊，即、這个囝。 必使人对地上的操作，甲手中的路口得到安慰，因为亚荷花不就做即个地吼？那、哦啊、其实吼、哦，這个挪亚伊哦，只不过是一个囡仔会晓去建造诶，即个农夫领地吼。那即卖呢，上帝要伊来去做船。哈？ 嗯，那是要做船，啊，个是要做一只遐尔大只的船哦，吼，要要怎样做咧？哈、哦，晓得知未？啊，这是我从来拢唔捌做过嘅代志啊！而且哦，即、這个上帝一干呐教我讲，要用啥物茶啊？偌、哦、长、偌宽、偌高？ 要分几层，<laughs> Blue、哦？啊，唔过咧，即设计图咧，咧材料咧，吼，啊工人咧，吼，啊啊！你无银行放五六百万啊 <laughs>？哪哪有法度啊？吼，对无吼？啊，要用偌久个时间才会当做好咧？啊，无教我讲哦，deadline 哦，deadline 是第时哈，啊，这一切拢无教我讲。 叫我要怎样去做啊？那各位兄弟，虽然吼，这诺啊，伊只不过是一个农夫，虽然这是伊从来拢毋捌做过的一项代志。毋过圣经甲咱讲，诺啊就安尼做，上帝吩咐伊个，伊拢照样去做。 啊，各位兄弟，虽然这诺阿，伊从来唔不做过，纵是伊凭着信心,心，上帝吩咐伊的，伊让照样去做？啊，各位兄弟，在我的生命里面吼，我嘛不做过真正做，从来唔不做过的代志。啊，时间的关系哦，我就简单。 讲一项就好吼，这就是我来到即个温哥华来牧羊教会的代志啊。那讲实在吼，我对即个新加坡啊，我是毋捌在教会做过传道人的。吼、啊，无即个经验的啊。啊，当上帝要我去牧羊教会的时阵，哈、啊，一去就是来到即个温哥华，啊，你知影无？ 即款新加坡啊，有真正做牧师传道，因是毋敢来即个温哥华北美啊，来牧来梳风的啊？<laughs> 为什物咧？因为因因讲啊，啊，真正做牧师传道啊，来到即个北美啊，拢计着内伤啊，<laughs> 有的哦，干那剩半条命尔。而 <laughs> 我咧。 只不过是一个小学六年级、小学的文凭哦，嘛，只不过是学术的学位尔尔。我有什物资格来到即个温哥华来说谎呢？安怎讲哦？这这的校友啊，大多数拢嘛是大学毕业的，对无？好？啊，若要来即个温哥华。 来博会哦，我想至少你嘛应该要有即个 master degree 啊，对无？嗯。另外呢，啊我要去書房的即个教会哦，是即个温哥华华人进信会啊。嗱、啊，這是一间香港人的教会啊，嚇、啊，是要講廣東話的 <laughs> 啊。啊，啊我呢，我伫新加坡啊。啊 我是即个罗摩啊，三圣啊，哈哈。呃 <laughs>，我对新加坡是讲国语啊，啊，甲即个福建话啊，我要怎样去释放？虽然是安尼哦，啊，虽然是一件我毋捌做过诶代志，啊，毋过咧，这是上帝所吩咐诶代志，我嘛只好照样去行。那各位兄弟。 我毋知影，即是毋是，嘛？是上帝？嗯，我毋知呀。上、啊、帝，伊敢有感动你去做一件你从来毋捌做过的代志？有可能是一个释放，有可能是你性命，还是伫生活中的一个改变？ 又或者是在这个事业、事业、和生理顶的一个改变，这可能是你将来拢唔捌做过的代志。请问，你是唔是愿意好亲像努阿共款，凭着信心，我靠上帝，来去完成这一项？ 从来毋捌做过的代志嘞。第二，即、这个女个伊做即个杭州哦，是一件伊从来拢除独了是一件伊从来拢毋捌做过的代志以外吼，即、这个佫较是伊一件又大又困难的代志啊！阿有兄弟啊！ 老阿姨要做七只大船啊，这毋是一般的工具嘞，吼！七只船有偌大嘞。先跟甲人讲啊，七只船哦，长一百三十三公尺，阔嘞有二十二公尺，一悬哦有十三公尺。啊，那七只船若是起候来讲吼，吼七只船啊，我甲你讲。 差唔差不多哦，是有只个大单力啊，系五分之三左右啊。要做只咁呢大只嘅船啊，兄弟姐妹，要用偌多人力，人力嚟。偌阿以有下面嚟，佢只不过有是有,有几件。 正常的这个农具、啊啊，尔听啊，甲规模地，尔听，伊要去，嗯，倒位来去造种，这一切所需要的物资咧、啊，啊，去招募义工啊，哈,哈，无人跳来，在即个太平盛世的底下，伊人讲做虾米船啊你，你哈。 你讲你卖、哦、烧啊，你吼，啊要烧你家己去烧就好啊。啊，我呢，就无要家你做阵来去烧啊。另外呢，啊造船你嘛要要有真正侪家私啊，对无吼？啊，啊材料咧，敢讲要我家己来去制作即些家私啊，敢讲要我家己？ 来去斩树，啊！要做偌侪傢俬咧？伊个傢俬是啥物款的傢俬咧？啊！啊！要斩斩树，要斩偌侪树咧？啊！啊！遐尼大只的船，啊！我要斩偌久啊？啊，我讲斩半条命，够未起好啊？迄个，哎哟我的妈呀！这敢毋是娃娃要加我来舔死啊？吼！ 这真是太过困难了啦！更加困难的是，我还搁要将迄些啊、呃，什么呃，鸟啊，哈、啊，鸡啊，羊啊，牛啊，马啊,啊，老虎啊，哈、啊，狮啊，大象啊，哈、啊，拢带入去这个大船的内底啊！我要怎样去带嘞？哈，应该讲会听我的话。我要去。 到位来去找即些动物嘞，啊！做即只船哦，已经是无简单啊啦！啊，佮要我去将即些动物带入去即个船个内底，即敢毋是佮较为难我嘛？啊，唔那呢哦，伊讲我嘛，我我毋简单是要牛逼。 一家八口会食咩？我讲，我阿要去牛皮，即跩动物会食咩啊？啊，到底是有偌侪种个动物嘞？哈啊，即跩动物啊，拢食啥物嘞？哈啊，老虎一工要食偌侪啊？啊啊，即个大象一工要食偌侪？啊。即个大象一工要食偌侪？我毋知影。 按国外知，伊一放就是放真多啊！哦，上帝啊！你干焦叫我准备啊，去传、即传各种的食面。啊，即、這个各种啊，到底是有偌侪种啊？有偌侪款的？要牛逼偌侪工的食面呢？各位兄弟，你知影？ 哪啊！伊要准备哈，伊要囤偌济天嘅食米无？啊！你讲第七章是十一到第十二集咯、哦。在遮伊讲啊，哪啊六八下二月十七，迄一天吼、啊，天就降落四十米、四十日嘅大雨，然后在即个。 第八章，吼、哦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二就讲，啊、呃，到诺阿六百零一下，二月二十七日，吼、哦，这个大地就塌啦，吼、哦，上帝才叫伊对这个大船出来，所以这家伙咱看到，诺阿伊需要准备大概是一百。 一百又十天会食物，啊？唔，那是我一家八口的食物，还佫有各种动物的食物，我要去倒位找啊！哎哟，我的妈呀！实在是无简单，无简单哦。不过，我已需要遐尼长的时间，才会当完成即一届的任务。 嘅任务啊，啊，各位兄弟，你知影老阿爷用了偌久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届的任务、啊？有人讲哦、啊，伊是用了七百二十年啊，来去一只大船啊。有可能哦、啊，因是军据即个第六章第三节所讲的哈。啊 但伊个日子还阁有一百二十年啊，用这这十个圣经来算个吼、啊。不过圣经甲咱讲啊，个挪亚吼，伊是生了三个囝，哈、啊，就是闪、含、甲、亚、亚伯吼。生、啊、了这三个囝了后，上帝才吩咐这挪亚来做即只大船。 伊两亚生这三個子的时阵哦，圣经教人讲啊，伊、啊、是五百岁，的时候才生啊。啊，当这個大水降临的时候、啊，圣经讲两亚是六百岁。照着这圣经啊，这诺亚伊做这只大船、啊、应该是用了一百年的时间，无超过一百年、啊 那各位兄弟，那上帝啊，要用你一百年嘅时间啊，就是你嘅一生，干打来去做一项代志啊！你敢有觉地？你敢有觉地？那各位兄弟，当我对即个福音解读所解读嘅时阵啊，因为我有即个气管病啊，吼，我。 每一届，呃、啊，无无吸毒的时阵，伊个毒瘾发作的时阵啊，我的下骨病就就发作啊，我，先顶顶开只袂就下开啊,、哦、啊,啊，啊，即香港人所讲的吼，抽血毋顺来个，呵，呃，亲像欲死去安尼啊，啊，就安尼了，我就甲爷稣讲啊，哈，迄阵吼。 我阁毋知影虾物是叫做祈祷啊！吼、哦，我干那当做是向我的老大吼、哦、来讲话安尼吼，我就来甲耶稣讲，我讲耶稣啊，哈、哦，你若有在钓，啊，斗下手我，吼、哦，跨过这一关哦，我诶命就是你的。哦、啊，吼，啊你要我创啥，我著创啥，吼、哦，啊，做迄时起，啊，交大哦已经三十年啊，兄弟姊妹。 我就简单做一项代志啦，听。即即一项嘅代志吼，就是主耶稣，要我创啥，我就创啥。伊、嗯、要我上台讲道，我就上台讲道。伊、嗯、要我开一个解毒所，我就开一个解毒所。嗯、啊，佮伊要我去甲兄弟姊妹来去，嗯呃 倒垃圾、抽来去倒垃圾啊，啊来去洗即个呃 washroom，啊搬厝，啊个去呃割草，啊扫树叶，啊啊这呃斩这斩这树，我就去做。我立志，我一生要简单做一项代志呢，听。那就是。 主耶稣，要我创啥，我就创啥。各位兄弟，阿、啊、哪里呢？那各位兄弟，虽然这是一件又大又困难的代志，也毋过咱看到，这诺阿伊有缘是愿意顺服上帝。圣经讲，诺阿就安尼做，上帝吩咐伊的。 伊拢照样去做。阿、啊、有各位兄弟，你知影即、這个挪阿哦，伊是怎样将即些动物带入去即个杭州的无？啊，原来啊，即些动物啊，拢毋是挪阿去揣的啊，嘛毋是伊啊，卑微啊，呃、啊，混合音猎取的。 你看第七章、第八到第九章，即跩动物啊，因拢是家己哦，行到即个哪阿遐，啊，佮家己行入去即个杭州个。你讲即哪有可能呢？啊、哦，那我想吼、哦，只有一个可能，迄就是上帝吩咐安排即跩动物到哪阿遐去。 伊果安排因家己行入去即个杭州内面，因为圣经讲，即个动物是照着上帝吩咐挪爱。你讲即这個动物伊敢会听上帝吩咐？敢会听上帝安排？那这嘛毋是无可能嘅哈，因为咱在即个约拿书，咱看着啊。 上帝安排一尾大鱼啊，将这约拿吞入去腹肚内啊。然后吼，上帝又搁吩咐这尾鱼将这约拿吐出来啊。啊，有个即个列王记第十七章嘛记载，上帝即个约旦河的个东边，即个建立溪边，吩咐即个乌鸦。 送饼、送肉来去饲即个伊利啊，伊雷啊。所以咧，上帝吩咐甲安排，即在动物家己行入去方舟，这嘛是有可能嘅，对毋对？若各位亲爱兄弟，你相信上帝有赫尔大嘅才调？我家你讲啊。 等我来即个温哥华募会的时阵啊，做传道人嘅时阵，上阶大的困难是啥物？你知影无？啊，我上阶大的困难啊，就是我要 speak English 啊，<laughs> 啊，要讲英文啊，要看英文啊，要写英文啊，因为我的教会啊，伊是。 有即个国际，呃，英英语甲即个广东话三个词汇会教会，啊，阮总共有十一个牧师团队啊，啊，其中一个吼，啊，个是 Caucasian 啊，所以咧，阮在开会时阵啊，拢必须着要用英语来沟通。啊，你敢知影我迄阵个即个英语是安怎看个无？ <laughs> 我一种的英语哦、啊，我一种英语就是啊，Hey，you know or not？You <laughs> know，you say you know。You don't know，you say you don't know。You don't know，you say you know。Then I ask you，you you know, know. You you know. know or no no？You say you don't know。How I know？Or no，you no no。所以，我一种的英文英语是安尼哦。我我我讲下最啊，you know or no no？ 哪个兄弟？咱毋通一，咱唔通一看着困难，人著讲人无在调。人应该著要讲，即即敌人，即是无在调，在人即是无在调的。俺个得上帝曲凡事凡事拢有在调。 阿明，感谢主，感谢上帝啊！各位，即麦吼，我无够再，you k know, n、no, no, no、啦。即 <laughs> 麦我阿哥会当用英语啊来主持圣餐啊，对不？对恁的这个英语的聚会哦，哈利路亚，阿明，那、啊、各位亲啊兄弟啊，咱无、啊、应该。 甘单叫咱快乐上的功课，咱应该就要向上的求，即、這个功课上的快乐的力量，阿弥。虽然啊，第三吼、哦，虽然这两、个、下做方招。 这是一件伊从来毋捌做过的代志，而且又搁是一件又大又困难的代志。也毋过，这却是一件忘恩忘福诶代志。哪个兄弟，咱看到这两下，伊著是凭着信心甲顺服的心来去做上帝要伊所做的代志。到尾啊！ 在大水过后，因一家八口拢活落来啊啦！因毋那得救，而且吼、哦，阿哥是真做真做了新一代人类的始祖，这是何等的蒙恩蒙福啊！你看第九章第一到第三十嘅即即段的嘅话吼。會 啊，你想起了上帝对啥物人讲过无？啊啊，无毋对啊，就是上帝对人类的始祖阿当甲夏娃讲过的话啊。后来哦，两亚伊三个囝，甲因的荷的荷的吼，就散布伫全地。 去建立无共嘅即个邦国，得罪了呃立国之祖，唔难呢。咱看到伊一家哦、啊，就是、著是凭着信心甲顺服嘅心去做上帝要伊所做诶代志。到尾啊，伫大罪了后，因一家。 背靠甲因的河耶，拢诚做了上帝甲新一代人类利益的对象。最后，伊国甲是诚做了新约希伯来书的信心的人物。那各位兄弟姊妹，即是一件何等忘恩忘福的代志啊！ 其实，诺阿伊会当遐尔啊忘恩忘义，我相信除了伊有即个信心甲顺服的心之外，伊佫较有一个敬畏的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十讲，因着信啊对信，诺阿，呃，诺阿对。 在一个被看到的事项，得到了上帝的警告，就动了敬畏的心，做了一只大船，让伊全家得救。照着这个信心，伊就吃了迄个世代的罪，家己嘛承受了迄个因信而来的意义。啊，各位亲爱的兄弟，这是何等的！ 忘恩忘福啊！我甲你讲啊，对我信主到今嘛已经三十年啊啦。我对一个困伫路边的即个吸毒、ok、者，到今嘛会当真做即个百米的牧师啊，而且哦，阿、啊、哥是有淡薄仔出名的牧师 <laughs> 啊，啊又搁有家己的厝啊。 哦還，啊，有即个美满的家庭啊，啊，两个囝拢已经读大学啊，啊，我两阿母啊，计嘛是传统人，啊，啊，两个细囝拢嘛有得教诲、书房。所以各位啊，汝讲有忘恩忘福无？何顶的忘恩忘福啊？为什么呢？ 因为我嘛学习，参照诺阿同款，凡那上帝所吩咐的，我拢照样去做。虽然即些代志是我从来拢唔捌做过的代志，虽然即些代志看起来是一个又大又困难的代志，也唔过我相信。 的人所无在调的，上帝凡事拢有在调。阿门。因此，我着凭着信心，带着一个顺服的心，甲敬畏的心，我着照样去做啊啦。各位亲爱兄弟，你愿意成做一个忘恩忘福的人无？你愿意无？啊，哈利路亚！ 你若愿意，你就应该要来学习，参像挪亚同款，凭着信心,心，带着一个顺服的心，甲敬畏的心，凡那上帝所吩咐的，你拢照样去做，也、啊、就对啊啦。虽然即些代志， 对你看起来是你从来拢毋捌做过嘅代志，虽然这跩代志是又大又困难嘅代志，也毋过请相信，敌人所无在调嘅，对上帝凡事拢有在调。阿门。咱参加来祈祷哈。特别上帝，阮即时要感谢你嘅恩典，互阮哋即。里。 圣经内底看到，真系，阮有时阵在即个书方的面顶，阮在阮人生的道路的面顶，阮实在是简单看到一遮困难物件。阮思想来甲的，真正做物件，阮拢未晓，阮拢毋捌做过。仰国求助你班长官。 我管怎样，有你伫过，我你生命的灯点，你是阮诶困难，你是阮随时诶帮助，求你互阮有信心来拥抱你，求你互阮有顺服诶心来照着你诶吩咐来去做，天别上帝。 求你帮助我，互阮亦将知影。凡我为你所做的一切，这拢是一件帮恩帮福诶代志。求你继续带领，阮头前的道路，管当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诶名求。阿门。关注、祝福，靠大家。 咱咱简单的回应下。

凡事拢通做，只为着即项阮感谢你。咱用主的主道文来结束咱祈祷。阮伫天顶个飞，万人拢尊你个名做圣。愿你的国讲人,人，愿你旨意行伫地顶，亲像行伫天顶。咱会用啉食，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个罪，亲像阮赦免得罪阮个人，无叫阮拄着试探，有阮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。 官兵用药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下面。三 借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上帝赐予您有意外的平安，保守您的心，永远敬爱上帝，甲上帝的圣主，我主耶稣基督，又愿意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。 听听对恁的中间，使予恁有信心、有顺服的心、加敬畏的心，来去做上帝所吩咐恁要去做的代志，得救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。